怎么什么今天来点这个大碴子粥，然后酱就这个八宝菜，这小菜可脆了，酱八宝，一共里面是八种小菜，有豆角、白萝卜，小黄瓜，还有这个农民自己种的小辣椒，可辣了，这辣椒了，这个你们这叫啥？我们这叫地黄，反正是12.9块一袋，39.9块五袋，22.9块两袋，下面选项你们可以自己选，但是不咸，配粥、馒头、面条，嘎嘎的，不是特别咸那种啊。要萝卜可脆点，底下有链接，吃多少拍多少，正常这玩意冷冻保存3个月。还有小蒜，来一口我这小卷饼，你们配饼啊、面条啊、馒头啊，夏天不乐意炒菜热，买点虾。大宝们，袋子是这个样子的啊。